连到你的极限，然后保持到这个来动。所以你要去注意，你在动的时候，关节到关节之间，筋不要断掉。所以你要去调整你的关节，这边断掉。是不是？所以你不要把手臂当成一个整体来动，手臂里面有三个关节。你在移动的过程当中，你要不断的去调整它，以它为主，以改变关节为主。断掉了。有体会吗？很有趣哦，这个，但是很累哦。但是很舒服，对，是不是？尤其这个天气，好，开始变，不会变，变一点点，好，变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你变一点点就好，你去了解一下怎么变。体会每一个关节怎么转换，很好啊，这个不好就是了，一点就好，对，一点，那个断掉了。你下先不要动多，你先不要动多，连起来以后啊，你连起来以后不要多，你就有了，连到很紧了，连到很紧，连到很紧。好，你看啊，你就动一点点啊，前后的，你就动到这样就好。好，有了。交换，开一点点就好，回来，开一点点，先从手来，好，上下，上下，做一点。回来，做一点回来，然后你这一点，做这一点没问题了。好，我再多，我到哪边会断，一般到这边，一般到开到，这里断了，停住了，连住，再来。连住，那个断掉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的肘掉了，要不要走？这样去找，有体会吗？这个天气练最好。对了，就那个旋转选手，如果说照这样练的话，本来就是啊，到后来就变，后来就变成这样。所以说还是要找基本的位置。他本来就是旋转选手的变化。对啊。